就这样，多五分钟就可以了，我们就可以拿来放在桌子上，给它冷大概是半个钟头，我们就可以拿来切了，就是这样，希望你会喜欢。好了，就是这样子。这边好了，就是这样子。你看，是我要的面包，就是我的 favorite， 哇，就是这样子啦。香喷喷的面包了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。